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6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立场新闻安欢迎前总编辑林少彤因病获释，而钟佩权就被判21个月的监禁。日本军舰首次穿越台湾海峡，协同澳洲、新西兰捍卫航行自由。美国国防部说，中国提前知会洲际弹道导弹测试。In terms of, you know, the whys, I'd refer you to the PRC to speak to that. 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说，美国确实收到今次洲际弹道导弹测试的提前通知，说相信中方提前通知是一件好事。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介绍以英港人在伦敦举办抗争的背后展览，以公民社会抗议 T 恤去回望历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香港已经停运的网媒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权与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在较早前被法庭裁定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名成立之后，法庭在星期四9月26号作出判刑。钟佩权量刑起点为监禁23个月。法官在考虑案件的审讯时间经历多个月造成压力，扣减2个月刑期，判刑21个月，即钟佩权需要再服刑9个半月。林少彤量刑起点为监禁14个月，但因为他的病情严重，所以刑期减幅去到3个月。法官指考虑到林少彤的身体状况及之前已经还押的时间之后，决定林少彤可以即时获释。此外，立场新闻的注册公司被罚款5000港元。详情请留意美国之音稍后在网上的报道。日本传媒星期四9月26号报道，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首次通行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维护它的航行自由权利，并透过该行动向中国传达信息。一个礼拜前，一艘中国航空母舰驶过台湾附近的2个日本岛屿之间。日本读卖新闻引述多名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连号星期三9月25号上午从东中国海进入台湾海峡，向南航行了10多个钟头才完成穿越该水道的任务。报道说，这次日本连号驱逐舰是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舰协同进行，史无前例的穿越台湾海峡。这三个国家的海军定于星期四开始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演习。日本放送协会 NHK、 共同社、日本经济新闻等多间当地传媒亦都做了类似的通报。日本政府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拒绝对这些报道发表评论，因为他涉及到军事行动，然而他对中国在该地区增加军事活动表达担忧。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9月26号亲自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首次会议。根据台湾国安会的报告，台湾将会在明年3月先举行一次地方规模的全社会无剧本演练，6、7月再结合年度军演进行全面的演练。赖清德誓言要打造更加强韧的台湾，因为台湾人民越团结，社会准备越充足，国家就越安全。赖清德在会议开场致辞中说，不论是气候变迁、大规模自然灾害，定是威权主义扩张威胁民主，都不单止是台湾的挑战，亦都是全球的挑战。建构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的，是要让每个人在紧急危难时找到自己能够贡献的最佳位置，保护自己，贡献社会，阻吓来犯敌人。赖清德说，美国国防部9月25号证实，中国就解放军会在当日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到去太平洋一事，事先向美国发出了通知。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中方提前通知是一件好事，这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在国防部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如何去评估中国这次在太平洋上
不尋常地發射洲際彈道導彈，這個是否政治行動，以及是否想向美國傳遞一個訊息呢？辛格回應說， In terms of, you know, the whys, I'd refer you to the PRC to speak to that. You know, we monitor the ICBM test. To Liz's question, you know, again, 關於點解嘅相關問題，我要請你去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監控呢一次洲際彈道導彈試射，美國確實收到咗有關呢次洲際彈道導彈測試嘅提前通知。相信中方提前通知係一件好事。美國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主席約翰·穆勒納爾星期三在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舉辦的一場活動上呼籲要加強應對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他說我們需要重置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拉賈·克里希納莫提進一步表示，他將會繼續支持美國對中國商品施加戰略性關稅。他說seen this play run before many times by the CCP. We see them pick a national champion.佢話：我哋以前見過中國共產黨曾經多次咁樣做，我哋睇到佢哋挑選一個產業嘅全國冠軍，給予大量補貼，試圖透過唔道德同埋非法嘅做法，將競爭對手趕出市場。我哋已經睇到半導體等領域亦都係咁樣。我嚟自墨西根州，汽車產業對此非常關注。眾議院中共問題特設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克里希納莫提話 ：，I've seen this movie before, and the sequel is not better. They basically produce a heck of a lot more stuff, whether it's glass, paper, steel, or even electric vehicles today, than their internal demand would require. 佢話：我哋以前睇過咁樣嘅電影情節續集，並冇更加好嘅。如今啊，佢哋基本上生產超過內部需求，無論係玻璃、紙張、鋼鐵，甚至電動車都係咁樣。然後佢哋以壓低競爭對手、摧毀競爭對手的價格出口過剩產能。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9月25日與越南共產黨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會談，旨在深化和這個東南亞國家和製造業中心的關係，並抗衡越南與中國、俄羅斯的聯繫。拜登和首次以領導人身份訪問美國的蘇林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會面，一位美國高級官員說他們討論如何加速去年達成的戰略夥伴關係。蘇林在會晤中讚揚了拜登在提升美越雙邊關係的歷史性貢獻。路透社引述兩名美國官員星期三9月25日表示，美國計劃在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訪問華盛頓期間宣布向烏克蘭提供超過價值8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白宮表示，星期三在聯合國舉行的會議中，美國總統拜登已經通知澤連斯基總統，他已經指示增加針對烏克蘭的安全援助，相關援助將會在星期四9月26日公開宣布。美國國會星期三9月25日通過了一項臨時支出法案，將政府機構的經費維持到去12月，暫時避免政府關門，同時將最終的支出決定推遲到去11月5日大選之後。參議院以78票贊成、1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該法案，眾議院當日較早時候輕鬆通過了該法案。這部法案大體上以目前的水平為各個機構提供資金。美聯社引述兩位知情人士透露，紐約市長亞當斯已經被大陪審團以聯邦刑事罪名起訴。最早揭露呢件事嘅《紐約時報》報道稱，喺長期嘅腐敗調查之後，亞當斯已經被起訴。聯邦檢察官預計喺美國通案時間星期四9月26號公布起訴書嘅細節同犯罪指控，屆時亞當斯可能會出庭。目前尚唔清楚佢將會面臨嘅具體指控，以及佢係咪會被逮捕或者係自首。亞當斯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在任內被刑事起訴的紐約市長。亞當斯是民主黨人，並曾經擔任過警察。他目前面對至少四項聯邦調查，其中三項調查以美國曼哈頓聯邦地區法院牽頭調查市長身邊的人，以及他市政府當中的高級官員。曼哈頓的美國檢察官辦公室拒絕發表評論。亞當斯在星期三9月25日在他的官邸錄製的視訊聲明中表示，如果檢察官真的要提出指控，那將會是完全虛假。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啦。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伊朗问题上何锦丽和特朗普在伊朗的问题上立场会议，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共建政75周年香港的角色转变，从抗争到融合。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英国的香港人举办抗争的背后展览，以公民社会抗议和 T 恤去回顾历史，并期望在低潮当中互相扶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近年香港政府的强力打压之下，香港曾经十分活跃的公民社会已经近乎死寂。一名搬到英国的香港前社运人士在2014年雨伞运动十周年之际，在英国伦敦举行了抗争的背后展览，展出了一系列和过往香港公民社会有关的展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回想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前的香港公民社会，香港民间人权阵线2016至2017年的副召集人林正谦对美国之音说，最多机会和群众接触的时候就是民阵自2003年起每年举办的七一游行，而游行期间不同组织都会开设街站宣传理念，大部分团体都会推出 T 恤和手提袋藉以筹款，这些在他心目中都是公民社会的象征。而在移民潮之后，新设计的政治 T 恤越来越少。在访问前一日的9月19号，27岁香港男子朱启邦承认在6月12号穿着印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 T 恤和印有政治标语的口罩，在新的煽动意图作为罪之下被判14个月监禁。林正谦说，本身我搞这个 T 恤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会听昨天判刑，但我就更加觉得搞呢個 T 恤展覽，或者即係主角係 T 恤嘅即係藝術展啦，更加有一個深層次嘅意義，就係原來其實呢一啲嘅 T 恤，喂，同一夢想平反六四係2008年支聯會嘅 T 恤，而家已經可能唔著得噶咯喎，響街度係咪？咁呢個民陣係即係我嗰屆民陣嘅七一遊行 T 啦。咁重奪香港呢四隻字係咪可能構成煽動咧？咁展覽將會在9月28和29號在港人聚居的倫敦E0區的 Open E0 空間舉行，展出數十件昔日各團體或者議題的 T 恤和手提袋、雨傘運動佔領區現場的照片、各抗爭主要戰場的近況短片、畫作等等。曾經是毛孟靜立法會議員助理的林正謙說，他在2009年開始參與政治，期間經歷爭取民主、勞工權益、反國民教育等等的議題。他說選擇在9月舉行展覽，除了是因為暑假完結較多人可以參觀之外，他認為如果不是多年來公民社會透過七一遊行和就不同議題的抗議累積能量，2014年的雨傘運動不會有這麼大的規模，而公民社會也都經過多年的低潮之後，2019年的抗爭運動才發生。他說民間需要在低潮中用以往的經驗來重建組織和連結。我想了很久，我們那個即是今次展覽的標題是什麼，是抗爭的背後。我想說的就是我們如果繼續追隨一些催淚彈、汽油彈、雨傘、whatever 一些人鏈這樣，這些象徵標題其實就會令到我們
唔記得咗或者失焦，哦，其實我哋除咗追隨呢啲哦好 eye catching 嘅畫面之外，後面嘅努力、後面嘅背後嘅一啲人嘅理念或者一啲跟進緊嘅事，其實佢冇消失過。林正謙話：喺收集展品嘅時候，發現咗一件喺2019年之後印成並非由政治組織推出嘅 T-shirt， 上面印有香港字樣、黃色嘅獅子山以及男團 Mirror 嘅歌詞 We are one and all， 明顯有抗爭意味。咁我就令我諗起，喂，原來雖然啲組織沉曬啫，喺19年啫，因為或者係國安法之後沉曬，咁但係我哋個意識冇走到，係啦，只係我哋唔係有一個組織嘅身份存在。咁我想講係當我，因為我覺得喺倫敦最麻煩嘅，即係搞呢個展覽嘅困境係租場。咁當我即係 through 一啲朋友即係租到個場嘅時候咧，我喺間地鐵嗰度係流咗幾滴眼淚。林正謙話：佢同民主派初選案47人嘅一啲人都算相熟，記得喺書信來往入面，有啲朋友同佢講要做啲嘢，而佢過往3年都忙於生計。能夠舉辦展覽記錄以往的故事對他很有意義，他亦都感到在英港人組織者沒有很明確的方向，有倫敦的組織者跟他說可能他們過往幾年有些筋疲力盡，於是未有舉行雨傘運動10周年的紀念活動。林正謙說這個令他意識到香港公民社會在低潮中互相扶持的重要性。以前的公民社會是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所以那種感覺，那種是我們面對很大的困境都繼續堅持的感覺，是我很希望可以藉著今次的展覽給大家群眾又好曾經參與過組織工作又好，或者現在做組織工作的都好，都希望大家找回這件事或者想一想這件事。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茲倫敦報導。隨著中共建政75周年嘅臨近，香港喺國際社會當中嘅角色發生咗深刻嘅變化。香港嘅經濟同政治環境正逐步融入中國嘅國家發展計劃。港版國安法以及基本法23條嘅立法，使到香港嘅抗爭運動幾乎絕跡。黎智英案同47人案等案件依然係引發國際關注。但是在大型抗爭消失和言論以及出版自由被打壓的情況之下，國際社會對香港的目光就逐漸減少。香港從曾經的自由經濟體轉變為與俄羅斯、北韓等國家密切合作的樞紐。中國主張的新國際秩序之下，香港有了新的身份和角色的定位。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近幾年嚟抗爭已經絕跡香港街頭同埋議會，而隨住港版國安法同基本法23條嘅落實，香港喺國際嘅形象亦變得相當負面，西方國家對香港嘅關注亦逐漸減弱。香港民主委員會 HKDC 嘅高級政策及研究員、美國喬治城大學博士生敖卓軒喺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提到，國際嘅目光逐漸離開香港。即係始終呢個世界咁多嘅議題，可能有以巴戰爭啦，可能有俄烏戰爭啦，即係咁多嘅 competing 嘅 agenda 嘅時候，其實香港人如果少咗個機會去發聲嘅時候，其實唔單止係少咗機會去話俾特區政府或者北京政府聽，我哋係唔同意佢嘅管治手法，其實亦都係少咗個機會就話俾國際社會聽，其實我哋呢一群人係仍然有我哋爭取嘅嘢。黎智英案同47人案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可以引起国际关注事件。敖卓轩认为，当这些案件作出裁决的时候，香港的倡议者可以利用这些案件去向外界证明香港的局势正在每况愈下，提醒国际社会不要忘记那些仍然在狱中的香港人。敖卓轩说，原本以为这些案件会早在去年就结束，但现在已经超过了2024年的一半了，但仍然未见到最后的结果。法庭掌握住案件进展的时间，而我们只能够在一段时间里面继续进行政策上的倡议。不过当这些法庭案件结束之后，敖卓轩说他不可以不担心未来还有什么事件能够吸引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持续关注。他提到，在过去几年越来越多支持香港民主的人选择移民离开，
无论是普通民众或是参与过社运的领袖，很多人离开了香港，而这个群体成为推动香港民主的重要一部分。而这个离散的群体其实越来越是会做到香港这个运动 的主导，就即这个当然是迫于无奈，就是因为在香港的香港人有很多自由他们已经没了。有民間組織日前發表報告，指香港同受制裁國家的貿易額激增，特別是在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香港對俄羅斯的出口幾乎翻倍，成為同軍事有關商品的重要輸流。報告又提到，香港向俄羅斯運送的貨物總額達到20億美元，其中7億5000萬美元的商品屬於美國和歐盟的常見高優先項目清單，这些是俄罗斯在战争当中需要的先进部件。敖卓轩认为，此举反映出中国正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香港在其中扮演了全新的角色，和以往是截然不同。而香港过往可能几十年在这个世界给人 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自由经济体，而它可能以往可能是它的 comparison 或者它的 counterpart 可能就是紐約或者倫敦咁樣。咁而而家就係變咗香港，因為喺中國近年越嚟越即係收緊佢嗰個統治嘅情況之下咧，就變咗係同世界係開始脫軌，而就變咗做一啲比較 fringe 嘅嘢，包括就係話即係因為香港好容易註冊公司，或者係好難 trace 到佢哋註冊咗公司，其實邊個係背後嘅註冊人啦，又或者好容易係將一間公司倒閉，然之後就係起間新嘅公司等等，即係香港有好多呢一啲嘢可以去俾一啲極權國家去玩嘅，而呢一啲可能以往就係因為香港有好多便利。便利從商的一些政策或者機制在這裡，而現在就變了，就是被人 reappropriate 了，就是 去 evade 一些制裁這樣。香港的營商環境成為它的新角色的運作，在去年美國政府制裁一間香港公司，它涉嫌向伊朗運送西方國家製造的無人機零件，該公司的擁有人隨即解散公司，公司的另一名共同擁有人就是註冊了一間新的公司。香港的公司註冊處並沒有發出警告，新公司在幾日之後已經重新運作。今年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五週年，區域主義的興起受到政治體制的影響，而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一國兩制政治體制之下的區域合作，顯示出中國政府早計劃將香港納入區域發展的計劃當中。香港和內地現在有的三大跨境交通基礎設施分別是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和深圳灣大橋，西九高鐵站和深圳灣口岸已經實現一地兩檢，推動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生活模式。2023年香港和中國內地全面恢復通關之後，大量香港居民在假日經陸路口岸前往中國內地的深圳跨境消費趨勢。据新华社报道，去年深港口岸累计超过1亿6000万人次出入境，每日超过40万人次，最高峰突破80万人次。截至9月中，深港口岸有1亿6500万人次出入境，超过2023年的全年总量。其实很大程度上，那个大湾区的发展是 inevitable， 因为就算讲十几二十年前中國政府要起青藏鐵路等等，即係通過基建而去將一啲邊陲嘅地區或者曾經擁有自治嘅地區更加吸納去中原，呢一個政策其實係中國政府係過去一段時間都係有咁樣去用。敖卓軒又補充，近年嚟隨住更多基建項目嘅推出，例如一地兩檢問題以及港珠澳大橋嘅落成，呢啲都表明中國政府早喺習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經有意將香港納入大灣區或者廣東省嘅發展計劃。以上係美國之音嘅採訪報導。对美国总大选的竞争对手何锦丽和特朗普来讲，伊朗对美国及美国盟友以色列的威胁行为是他们在竞选当中需要解决的外交政策议题之一。何锦丽和特朗普在面对伊朗以及他的恐怖代理人的威胁的时候，采取了哪些不同的做法呢？
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平在华盛顿的报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关于伊朗的相对简短的评论集中在一个词上，就是防御。To defend our forces and our interests against Iran and Iran-backed terrorists. 贺锦丽在民主党党代表大会上曾经说，你们要知道，他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去保护美国的军队和美国利益，免受伊朗和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的侵害。在同前总统特朗普的辩论当中，贺锦丽承诺将这种防御性做法亦用在以色列上。他说，特别是在涉及到伊朗以及伊朗代理人对以色列构成的任何威胁的时候，他会始终给予以色列自卫的能力。今年四月，拜登贺锦丽政府帮助以色列抵御了伊朗对他们发动的前所未有空袭。在八月，美国亦向该地区派遣了航空母舰，以阻止伊朗再次发动攻击，强调这种做法可能会令到贺锦丽获得部分美国人的支持。布鲁金斯学会的外交政策研究主任奥汉龙说， I think that she knows Americans are tired of war and certainly doesn't want to sound like she's looking for another. 奥汉龙认为贺锦丽知道美国人厌倦战争，当然不想被自己听上来好像是要卷入另一场战争。不过谁能够说防御是不对的呢？但是美国人对进攻是持有谨慎的态度的，所以这个可能是一部分原因，特别是考虑到过去25年来的历史。但是拜登贺锦丽政府亦看到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在8月份加强了攻击行为，他们攻击了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基地，并且加沙处决了一名美国人质。传统基金会的国家安全专家维多利亚科茨说， There has been zero retali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y've retained that defensive posture. My worry is that Iran is getting the message. 科茨认为美国的报复行动是零，一直是保持住防御的态势。他担心就是伊朗得到的信息就是他们可以继续挑衅，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升级，而美国所做的就是被动回应，并没有掌握主动权。特朗普就强调，他在担任总统期间因为伊朗的恶劣行为而制裁伊朗的记录。特朗普强调，他曾经向中国和其他国家讲明话，如果你们从伊朗购买产品，美国不会给你们在这个国家做任何生意，美国将会对来自中国的每件产品征收 100% 或者更高的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平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美国大选的情况。美国现行的网络言论自由法律正受到美国政界的质疑，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特朗普怎样去看这个问题呢？据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的报道，如果说美国两大政党对某一件事情有共识，那个就是社交媒体公司必须要改变运作方式，无论哪个入主白宫都可能会追求达成这个目标。If we don't have free speech, then we just don't have a free country.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说，如果我们没有言论自由，那我们就没有一个自由的国家。特朗普在竞选网站上说，部分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正在侵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遇袭之后，特朗普本人被暂时禁止在某些网站上发文。Upon my inauguration as president, I will ask Congress to send a bill to my desk, revising Section 230 to get big online platforms out of censorship business. 特朗普说，在他就任总统之后，他将会要求国会向他提交一份修改第230条款的提案，令到大型社交媒体平台没办法进行言论审查。据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技术政策实验室主任洛奈克说，第230条款是1996年美国通过的通讯规范法案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在加州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